刘队还搞文化展演，搞出何秀新法统，是这礼拜法统事件创出了为78683人家的纪录。本展演的十名演众是突破去年的79200感染，最高的纪录。那个法统的最高潮是初案部举办的雪峰展，可得日白昼有乡亲迎接。现场几千个人看下雪，由国展总部邱伯龙所精心煮出来是出客家料理，搭配客家台戏和客家戏歌手唱的歌，欢度丰收的一年。掌声欢迎邱伯龙师傅。国宴主厨邱伯龙率领团队出菜的客家师傅宴开业一百场子。现场可以讲系炒到黏黏，又对客家文化延续全年以年嘅人数记录，原本系由去年嘅792000人数保持，但系延续提升以后，当年对经超过嘅去年嘅记录，显示民众对六对延续嘅接受度越来越高。哦，同凡你啊，睇紧想象哈，金币到金币位置都超过去年792000咧，我想今年80000系对人来同好嘅鼓励。合肥中心表示，今年师傅宴具体。别咧，系将经验书送给六队妇女，唔单止用来同大家人分享，还做得用来做公益。尤其我们的米是我们自己小朋友跟当地的社区一起来合作把它种出来的，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来这边一起为更多的人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客家戏剧流行歌手朱丽清，嘹亮的歌声伴全场热滚滚。第一摆参加师傅宴的法统，本期吃到有做准多路卡的感觉。所以今天来就是好像在自己家里院子吃饭的感觉，对，觉得气氛很轻松。然后，但是其实里面一点一点的细节都却都是很不马虎的。闭幕式由来宾封存，开幕式今日千人球彩献用六台红嘅成品，特别分发到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还有十年后开封，同民众分享也影响影响嘅客家传统好美食，日本今年嘅高桥贺寿神法统圆满落幕。客家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